欢迎来到12月2日妈妈日的 kpop.com。 今天的主持人 Sai 跟 YG Entertainment 续约三年，而且最近才刚回归，他的歌曲叫做 Daddy featuring CL。 真的是很能 Q 的一个大叔哦。今天 FX 的 Victoria 因为拍戏行程缺席妈妈，那最近好像 YG Entertainment 和 SM Entertainment 的艺人都会被送作堆，就是 TOP 和 Crystal 续 GD 和泰妍之后呢，又被网友们说是不是在交往，也只是因为一张照片，他们都拍了看似从同一个角度拍的同一栋大楼，可是其实只要从对面拍都可以拍成这样。李弘基要来台湾演唱会的票价还有座位图已经出炉咯，最贵的门票是6000元，恭喜 BAP 获得 The Show 第一位，也恭喜哈韩和 Bill 他们喜庆结婚三周年。最后少女时代 Teddy So The Dear Santa Music Video Teaser No. 2已经出炉咯，这次穿的蓬蓬裙非常的可爱，要看所有的完整版请至 kpop.com， 也不要忘了我们的妈妈也会准备表演给大家看哦。晚安，谢谢。